主席、陈院长、各位先进早。今天我要谈的是客语认证的扩大与推进。从历史的长流来看，客家族群不断的迁徙，客语文化及语言的流失皆面临了空前的挑战。语言学家统计，全球平均每一年都要流失约100万的客语人口，客语的传承的确非常的严重。马中常曾说，要重视客家文化，并不是因为他是客家人，而是客家文化绝对不容流失，政府必须予以保护。为了尊重多元族群的需求，政府特别将客语列为重要公事语言。在客语的保存方面，客委会自1994年起开始办理了客语能力认证，共分四级，到目前为止约有6万人次通过认证。在推动客语成为公事语言方面，我们的政府在客家基本法的第6及第9条都揭示了客家语言公事语言的一个政府位阶，也明确地提出，在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的公务人员如果通过客语能力认证，除了技工嘉奖之外，在内部升迁的时候可以酌予计分，作为一个鼓励。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更进一步将客家公事语言政策扩大到非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之外的公家机关及附属单位。尤其在公务人员服务守则第10条有指出，公务人员应该培养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所以本席在这里要呼吁中央政府及所属单位，所有的主管应该鼓励他的同仁积极参加客语能力认证，也比照刚刚所提的鼓励机制，对于通过认证者予以记功嘉奖，或内部升迁的时候予以鼓励提拔。如此，本席认为不但可以强化公务人员对多元族群文化的理解之外，也能因此提升对各族群的理解，然后进一步提供到位的高品质服务。透过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认证，我们国家的这个多元族群的理解跟包容能够达成更高更进一步的所谓的互相的包容。本席在这里呼吁政府要从本身做起，对所属的同仁不分族群、不分性别、年纪，来共同参与扩大推进客语能力认证，让台湾更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多元族群包容的公民社会。